随便放个歌。晚上好。谢谢一个朋友的星海。光线问题。今天我买了新的灰色的洗发水，所以应该头发应该会看着灰一点，但是我还没有去洗头，明天再看我啊。晚上好。是吗？那我涂个嘴好了。谢谢巧克力。站好了。谢谢。没有，我用的是口红啊。什么蓝色调染？我近期不会再染蓝色了。哦，是我头发有点绿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重要，不重要，等会儿就好了，过段时间就好，明天就好。对，我没有化妆。高一点，还是低一点，有点太低。头发多是因为接的呀，不是我自己的头发。我今天吃了下午饭，就是吃因为我眼睛有点干。对，我今天是内双，谢谢一元宝。没有，我就是看了看他们跳的广场舞。耳朵红就是天生的，不知道啊，可能就是长年轻吧。谢谢一年棒。我不会跳。听说我的脸很软，你听谁说的？我脸很硬的。看到没有，今天的课挺好的，谢谢元宝，挺有意思。就是那个老师居然还记得我，啊，也不是还记得我，他本来就是我那个固定的老师，只是他给我的感觉有点不太一样，他跟上一次我见他完全长得不一样。就是他这一次就很像搞音乐的，这个刘海留得很长，然后整个一个把眼睛大遮住。我都有点没认出他来，然后听声音听出来，他说好久没见到你了，我说我说是因为离太远了，而且最近很忙，然后他说然后穿了一身黑，穿了一个那个马甲背心，反正就是
整一个就很音乐人，嗯，对啊，是一对一的老师，啊对，朋克风。然后我今天一直在练，我告诉你们什么狗喘，什么小狗喘气，就是让我学，让我一直做这个动作。谢谢一元棒，就是这个练习，叫一直要就是学狗喘气，就是练这个地方，因为我老是用这里呼吸，他说让我练这里，然后他就让我就是什么发，就是发音，就反正就是练这里嘛，然后我就唱，就是反正就唱了一小段，然后老师说啊什么啊，他嫌我声音太小了，给我笑死了。他说能再大声一点吗？我说哦好。谢谢音乐宝。对，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我正好要办 mini life， 我说我适合唱什么的歌，然后他给我推荐了，不是，他给我推荐了某些人的歌，想看小狗喘气，就是不是像我这样，就是这样。谢谢应援宝，就是一直要这样。然后他说哎你又拿这里呼吸了，我说哦对哦，然后又老是忘记，因为我习惯了。谢谢梦里见的星海，谢谢你。那么像哮喘，就是小狗喘气，就他只是说让你学，他不是让你跟他一模一样啊。这个歌有点魔性，鼻子和嘴不能同时呼吸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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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什么应援服，黑的好看还是白的吗？你是问这个问题吗？白的啊。就是沈牧阳他想跟我，就是他觉得我这个歌挺好的，然后就想跟我换，嘿嘿。然后呢他就问我要跳哪一个，他说他都行，音的大和这个渊嘛，我就觉得，我就特地去看了一下，音的大全是远景，就是我比较吃亏，就是因为我没办法跳的他那么那个。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比较性感的。有机会再跳吧。昨晚练的就那样吧。谢谢蟑螂恶霸的夜蝶，你叫这个名字，你后面的括号就no 蟑螂，谢谢一元宝。月底好忙，现在是月底吗？其实我最近不忙，就这几天不忙，下个月真的有很多事儿。下个月就只有月初有点时间，所以我就把那个时间，对，一个要排练，然后还要拍 MV， 还有谢谢元宝，然后还有别的事情。什么新站位？
对哦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提醒我了，我要看一下。哎呀，我现在看不了。情人提醒我了，因为我突然发现，就是我下个月事儿很多，就是每一天都有事儿。我本来还担心那个摄影的人有没有空，现在我要得担心我自己有没有空。不是，我得看一下通告表，但是我现在在直播，没有办法看，没关系，我等会儿再看好了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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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会忘的，这个。我就没有化眼妆，我今天就没有化妆。你说我今天妆跟平时不一样，确实是蛮不一样的。啥也没有今天。唯一不一样的啊，不，也不是唯一不一样，就是今天比较特殊的是，我今天是个内双。谢谢走地鸡的鸡腿，也是不走地鸡的腿也是鸡腿的星海，每次都念错。谢谢云云宝，这就是那双，看到没有？我一睁眼，这只有最后一点点了，就是等于单眼皮。只是我眨眼的瞬间会有一条线。但这眼睛会好一点。谢谢。我当然得戴了，不戴我就什么也看不清。嗯，其实没什么关系，其实我眼睛天生就是这样，只不过是我平时化了妆会变成深一点。谢谢姻缘棒，记得摘，我肯定会记得摘，隐形眼镜怎么可以会忘了摘。最近中了吗？没有吧，没量过。你戴久了，你就戴习惯了，你就会了，就是你就戴，就是很好戴了。对啊，我天生就是那双，我眼睛一直都长这样。加油。这得看他们想不想了，不是说我能那个。听些我听过的。好冷漠，那我怎么样？整个直播就是，哎呀，你来啦，我们今天聊什么呢？这样吗？谢谢一元宝，谢谢数字姐姐的皇冠，要这样吗？哎呀，谢谢数字姐姐的皇冠，虽然也不是你要求的，是这种感觉吗？哇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哎呀，谢谢小板砖送的皇冠，谢谢你，谢谢这个小板砖，谢谢谢谢谢谢。
谢谢，嘿哈哈。谢谢电流太大听不到的皇冠，哎呀，谢谢谢谢谢谢你，谢谢你哦 ，thank you thank you， 谢谢。讲说情话了啊？没有啊。谢谢谢谢。耶耶耶耶耶耶。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洗发水什么牌子的。就你网上瞎买，我就是瞎买的。就是我最近新买了个洗发水，是在直播间里面买的，我就觉得很便宜。然后我以前用过，然后它叫什么名字呢？我不记得，我只记得它的外包装就是绿绿的，然后用起来当时就是我的头的使用感是凉凉的，就是这样。唯一记得我的固色洗发水叫施华蔻，但是我现在染成灰色，我就没有买它，我买的新的，但是我也是随便买的，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，就是这样。谢谢应援棒，我不会弹舌。那个老师知道我的身份吗？我是一个比较神秘的人，一般是不会随便随便便告诉别人我是一个比较，就是这种不太好说的身份，虽然也不是有多么不好说，但是这个老师跟我说，他有一个学生特别的牛，然后呢，我就说哦，结果就是他要去有什么什么面试什么东西的。然后我就问了一下这个老师，还跟我说你会写歌吗？我说啊，我不会写。我说他跟我聊了半天，我以为他要告诉我怎么如何写歌。然后呢，他就说哦，那我下次你来，我教你点乐理知识什么什么什么的，下次我们就专注的教这个方面的东西，好吗？我说哇。没事儿，我要赶紧先跟好基吐槽一下。就是我的手机刚才它，哎，我不会用这个 iPad 打字。什么卡哇伊？就刚才他在我的就是他卡住了，然后还发出咔咔咔的声音，呲呲呲的声音，然后我手机就黑屏了，然后它中间还泛着紫光，就是那种紫色的斑斑点点的那种卡，我觉得它可能要换了。我没有充电哦，没有在充电。只是被吓到，当时也没有觉得害怕，我哇什么我都不记得。我刚刚在说什么？写歌哦，然后然后呢？哦对，然后我就说，我就说哇真不错，我说好的。
哦，反正就是他跟我讲了半天，我就问他，我就以为他会写嘛，我就说那你会写歌吗？他说我不会。就是搞了半天他不会，他也不会。对，他就说很多人都是就有些会什么哼个调，然后给大家，然后就反正就是哼个调，那这我也会，我也会哼调。我以前还真，那我这样的话我以前也写过歌呢，在我以前特别中二的时候，我真的写过，跟我同学一起，就是写了一些只有我自己能看得懂的谱子。但是搞丢了，谢谢硕帽还是素帽，我又忘了的星海，素帽，对吧？啊，硕帽，好吧，猜错，不重要，反正后面念对了，再小声一点。谢谢硕茂的飞书传情，谢谢。一对一声乐课是挺贵的。Twice， 耶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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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嗯嗯嗯。Wink 可以啊，勉勉强强可以吧。谢谢漫玩星星的月亮的皇冠，谢谢，哇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皇冠 ，Thank you， 谢谢。哎，我好像会跳这个。什么？哎，但我不记得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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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嗯哦，是这样子，想起来。巧没跳舞吗？不会。算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不给自己找事做。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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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啦，不会，我只能这样闭眼，就是一只眼睛闭起来它才能动，这里我尽力了，另外一只眼睛我就闭不了。多动动，我怀疑我这儿没有肌肉，我可能这里肌无力，就是有一个病，就是有个肌无力。谢谢陈皮橘凉粉的星海，我幼儿园就不会两只眼睛闭着，因为我记得有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，就是幼儿园的时候，谢谢士多皮里转士多多转士多子的星海，谢谢。然后呢？我印象当中就是他两只眼睛就是一只这样子，这样闭特别的流畅，我就很羡慕。然后那个画面我都记得，但是就是
就是现在还不会。谢谢小王最爱的蟑螂恶霸的心态。小王最爱多余了。这个蟑螂，你换个名字，你可以换个名字，你都换名字了，为什么还执着于蟑螂？哎呀，我都说不会挑眉了。谢谢0321姐姐的心海。脸好红，我的脸就是很容易红啊，不，有可能是光线问题，这样是不是就很红？这样就好一点。我都是。谢谢玫瑰花。剩什么？谢谢奶茶。谢谢巧克力。丢丢没影也能说，哎，丢丢呢？我的孩子呢？我的宝贝呢？不见了。又不见了。算了，不重要，管他去哪。反正在这个房间就对了。谢谢巧克力。啊，我喜欢这个，谢谢洛意意的星海，谢谢。你们有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舞台的，看过这个舞台，就它里面那个 C 位，哎，是 C 位吗？好像又不是 C 位，哎，反正就是叫什么来着？它叫什么我也不忘了，反正上头了一小段时间，当时。哎，不是全黑啊，金师贤是叫金师贤吗？我记得好像是叫师贤，他有刘海，我真的很喜欢有刘海的，就是我小时候一直很羡慕那种黑长直有刘海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做不了那种发型。但是他出道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剪过刘海了。我觉得他可以搞一搞那个造型，就重新来一次那个造型，应该会火吧。对，哒啦哒哒哒，哎，我这个哒啦哒啦哒看了好几次呢。我不可以，我绝对不适合那个发型，这个是我自己心里还是清楚的，我绝对不适合那个发型。就是我可以这个发型换各种发色，但是我绝对不能留刘海。你们想一想，我本来脸就不是很长，脸型也不是很好，如果我再留这样的发型，那就很像，真的像戴个帽子，你知道吗？就戴了个头盔。虽然我以前留过这样的发型，但是你们回看看以前的我，就真的很像戴了个头盔。
真的啊，虽然说那个时候我的脸比较肥，那个时候脸是这样的。有没有那位了？就是这样。受不了。怎么瘦的？不告诉你。我已经说了好多遍了，而且我是因为自己作的才这样子的，但是你们这样肯定会伤到位的，所以不告诉你。什么以后你错错什么不要怪你，就是还蛮会打预防针的。谢谢香水。噔噔噔噔噔噔，下颌线怎么这么明显？偷偷告诉你，就是是拿镰刀削的。主要是我爸的下颌骨也是长这样的。好了吧？就是单纯的网不好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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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化妆好像小孩。谢谢数字姐姐的星海。手机没事，挺好。他说我还行啦。我想到我小时候，也是印象特别深刻，在过马路的时候跟我妹妹说，我说我这辈子都不会染头发的。我说我长大了一定不会染头发的。我妹妹说啊，为什么？我说自己的头发多好呀，自己头发多好看呀，黑黑的，我们就是要染，就是要黑黑的头发。谢谢巧克力。然后我现在把自己头发染的都棉了，就是一个打脸，这个地方都棉了。脱色很正常，因为这个地方顾不上色，就是它已经这样了，就很像个草，可以凹出各种造型哦。
好像也不太行。如果它短一点的话就可以了。但我就喜欢自己头发跟草一样，这样子头发就不贴了。因为有时候头发太软了，我头发太细太软，看是不是可以凹出造型。因为我头发太细太软了，就很容易很贴头。我可以去 cosplay 的，就有很多动画片动漫里面都很喜欢搞成这样的头发。啊，我这里的发质还不错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这里的头发会这么毛躁？这没听过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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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谢谢一元棒。我不打游戏。谢谢巧克力。28号，其实我上场也做卷发，你没看出来吗？他们都以为我没有做发型，就是成员就问我啊，你做发型吗？我说我做了呀。然后说啊，没看出来。因为我发现我头特别直的时候不是很好看，就有点死板，你们觉得呢？之前要之前那大卷，我是特地跟他说，我说帮我卷一个跟就是跟没卷一样的发型，就是看着头发不要太死板就好。谢谢陈皮菊凉粉的星海一星。要早点休息，现在是10点。我今天梳头了，我出门肯定得梳头，就是去各种外面的地方肯定得梳头。我最近意识到了一个事情，就是我只要不公演，就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我就会穿得很随便。所以我今天特地穿了一整套出去，就看着这个人，精致一点。谢谢玫瑰花，因为我之前总是穿得很老头，就是戴了一个眼镜，然后穿的也很，虽然我今天穿的也挺老头，但我今天起码是一套的，就是颜色是统一的。就是我平时穿的都跟我之前排练样子一样，就是没什么重要的事情的话出去。谢谢巧克力。对啊，我都说了我穿应援服，我今天连那裤子都穿。等我起来。哎呦，我看，哎，在这儿。清爽老头，哪有这么潮的老头，就是头发长长的灰灰的，然后呢，
哎，我也找不到什么形容词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，这样已经很潮了。我记得郝静怡好像跳过这首歌，那我们就不听了，换一个。怎么全是这个？我会跳这个。以前学过，很久很久以前，入团前。好像是这么跳的吧？哎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嘿。然后，为什么每天都有人问我为什么不玩快手？快手是不是请你来，故意想让我来下载？这广告打的，我不玩快手。我真不玩，好吗？可是有人在快手上推我，他在快手上推我，跟我玩不玩快手不是一件事情，好吗？就不是我，不是我自己本能，不是本能，是不是我自己本人在快手上面发的？抖音我是会有的。对，就是抖音，因为怎么说呢，就是我从小玩到大的一个软件，所以我习惯了用抖音。以后有机会的话，就看看快手吧。什么从小玩到大？就是抖音啊。就是在我年纪还小的时候，在我还是一个小朋友的时候，我就玩了抖音。真的，它刚出来刚火的时候我就玩它了，就是会看它。那个时候抖音流行什么，什么那种转评这样，这种，你们没玩过，没了解过。啊，对，运镜，那个时候很讲究这种的，但现在反而好像就是更普通一点。啊，这跟土不土没有什么关系，这只是那个时候它刚出来，刚比较火，就是对。还有那个时候就是我是觉得有点油。哎呀，就是印象最深刻的时候，那个短视频很火，什么啊什么搓搓手啊，要不要做我女朋友啊，就是啊什么你怎么你什么你跟我什么一起在一起什么什么东西，然后又这样搓搓手什么啊什么什么什么的，是不是这样？这刚听过了，怎么又？这个啊，它应该是重新放，换一个歌单就好了。别要了，这只是一个。一个吐槽。
我以前也挺喜欢拍那种很奇怪的抖音，什么我那个时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，就是有一段是《家有儿女》里面的，什么我叫夏海，我叫小许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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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西，我叫夏雨，我叫夏雪，然后最后那个刘星说我叫夏冰雹，然后我就拍了这个，我觉得特别搞笑。这视频我已经搞丢了，不记得了。重拍一个就算了吧，这个音乐估计都绝版了。我没有虎牙，但是我有尖那种长得很尖的牙，但它不是凸出来的。还是说这叫虎牙？虽然我已经纠结过好几次了，这到底是什么，但是我老是忘记，所以这到底是虎牙吗？还是不是虎牙？还是只单纯的牙齿长得比较尖的都叫虎牙？牙齿比较尖的都叫虎牙，因为我知道他们说的虎牙是一定要长得凸出来的那种，就是长得这个上面才能叫虎牙。怎么还僵尸牙了呢？长歪了还得长，但我这没长歪，我就是天生长这样，就是它挺齐的长在这个地方。但是我有时候吃东西会咬到。洗发水有用吗？什么叫洗发水有用吗？没有整过牙，谢谢。想被小王骂的蟑螂恶霸，好的好的，谢谢你的心肠。哎，但是我就不骂你，不痛，就偶尔吧。什么叫绑过牙吗？咱不聊牙的问题好吗？他正在舔毛，被我吵醒，准备洗澡睡觉了，然后结果被我弄坏了。谢谢串串的夜蝶，谢谢你。不走。把你刚刚理好的毛弄乱啦。舅舅给大家，给大家一个亲亲。丢亲，丢宝的亲亲。谢谢数字姐姐的皇冠，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你，谢谢丢丢，丢丢，你也说谢谢，立马舔吗？你滚！说谢谢。好好好。
啊，试一下就好了。好，那现在跟我说什么？给我什么？给我个亲亲。再过一会儿我就跟你们拜拜了，一个是太卡了，还有一个我还有别的事儿要干。什么圈？发圈？哦，可爱，我觉得他很丑哎，我觉得他有点恶心，长得有点像百香果的那个籽，不觉得吗？还有点恶心，但是我是怕搞丢了，所以就套手上。我们房间这个房间应该吃了大概有，我总觉得这个房间我吃皮筋，你们知道吗？老是不见，所以我这次套手上。有点娘，我本来就是女的，娘在哪儿？谢谢巧克力。对，确实。什么叫我还记得我是女的？过来。我现在就给你对质。谢谢梦里见的星海，谢谢你的星海，谢谢，拿着了这把大刀。谢谢橘皮陈凉，不是陈皮橘凉粉的心海。谢谢岁月如歌的心海，谢谢你。我刚刚不是拍了丢丢吗？丢丢在喝水，太卡了这个直播。谢谢木之二三二五的星海，谢谢你。听过，这首歌好耳熟，但是我又不知道是什么。
我要看一下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我说呢，怎么又不熟又有点熟的感觉？这个是一个，就是一个女团，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外国人。哪个女团我早不记得了，就当时是因为里面有个外国人，所以我觉得就是蛮有特点的，我就看了一下。我没有不开心啊，我只是，嗯，怎么会觉得我不开心啊？哎，不必不必，不至于啊，不至于。谢谢石美丽的皇冠，谢谢你的皇冠，谢谢石美丽，谢谢你哦 ，Thank you， 谢谢。谢谢玫瑰花。嗯，确实很可爱啊。谢谢巧克力，就是他像个光头。他没有头发，这个头像，这个小鹦鹉。噔噔噔，听完这个歌我们就拜拜吧。我知道是我的头像，我觉得这个歌很好听，你们可以去听听看。也是因为这首歌，就是让我恍然大悟，就是原来我自己跳舞这么丑。我是说这首歌，因为这首歌让我以觉得原来我以前跳舞这么丑，就是那个时候。谢谢巧克力。嗯，就是那个时候我完全不会扭这种动作，然后沈慕瑶和七七就是整个人帮我凹动作，我才知道哦，原来这个动作是得这么做的，就是这样。谢谢一元棒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我知道我不会忘了。谢谢巧克力，谢谢，它上面有人写了。长高的办法就是增高鞋垫，不然你现在年纪到了，你也长不高的话，就怎么办呢？如果说你还小的话，那你就去医院检查一下，看看你还能长多高。不然真的，你的骨头年龄已经到了，就是长到了，就是
就只能长到这样子了。然后你不可能因为喝牛奶什么的就是再能长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嗯，所以说如果你年纪还小的话，然后你就去看看吃点钙片什么的。我瞎说的，我只是觉得就是嗯，好的，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。对，我进堂后是长高了一点点，而且就是你看着小一点就是瘦一点，你也会看着很高了。确实要早点睡觉，如果说你现在自己这么小还在熬夜的话，就是会影响到你的未来。是真的，像我小时候就不熬夜，我是进了团之后才开始熬夜的。知道吗？所以说不要现在就是现在可能你们都有手机什么的，然后就是很晚什么通宵这种，千万不要这样啊。嗯，好的，拜拜，早点睡啊，就是差不多现在这个点就可以睡了好吗？好了，拜拜。但是我是不会早睡的，因为姐姐我呢，因为还一会儿还有事儿，所以大家早点休息。弟弟妹妹们晚安。应该也没嗯，好了，拜拜拜拜，我挂了啊，再见再见再见，我知道的我知道的。好了，我挂了啊。